佛祖。威赛节庆祝佛陀诞生、成道和涅槃的日子，慈济雪龙分会在净思堂及各社区举办浴佛典礼。即係入到去嗰度係好，成個人好平靜，咩都唔要諗啊！啊冇嗰啲煩惱啊，唔要講諗好多嘢嘅咧，唔要啦。我是從美女過來，很快樂。我覺得我今天能夠在這邊浴佛，我覺得我很快樂，還是能夠遇到。雪龍慈濟志工分別在15个場地進行了30场次的浴佛，出席人數超過12000人。近排冇做到嘛，而家佢哋有做嘛，即系感觉到我哋做少咗咯。卫赛节鼓励斋戒护生，当天志工也准备了蔬食让民众享用。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从我们有限的力量去做一点，为世界做一点东西了，就尽量从自己吃素开始了。素食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提倡啦，就是说，不要以宗教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在环保的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一个生活形式。趁着佛历2563年卫赛节殊胜日子，民众虔诚礼敬诸佛，祝愿世界祥和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